今行くからね。Hello， 大家好，我是汉姆。好的，来玩这款塔塔英雄。来看一下公告吧。游戏的话是3月22日上午10点正式开服，那今天是3月23日。好，来吧。游戏的话我是在那个 QO 看到啦，因为每天还是会去 call QO 看一下。然后下载之后发现它是九游版本的。好，风之子与你同在。阿方，布置英雄，布阵英雄。怎么办？刷新是不是？来不及，来不及，来不及！不要，不要，不要，不要！好。合成类的英雄，升星之后能力会变强。这个是刷新嘛？那我们现在400，400，400，我有400吗？不知道我有没有400。日月双骄，暗黑黑暗游侠，光明游侠，什么东西呀？这个应该是像那个自走棋的那种阵营啊，职业啊，阵营啊。可以再合吗？可以再合。那我们的钱在哪里呀？钱在这里。这是大桥哦。我想说怎么小桥不能合啊？奇怪。有三国的元素为贤为德，能服于人。好，突然就获胜了。这个引导教学很快，完全没有什么引导。OK。紫霞仙子。这段情缘，高级刷新哦，还有高级的哦。高级的是。怎么样？可以刷比较好的英雄吗？集齐羁绊仙女奇缘。这两个是孙悟空跟紫霞。然后这边是佛祖登星，紫霞跟青霞。木吒，别抢我人头。然后金吒跟木吒。然后关羽的话是，没有没看到，没拉到是不是？要1000啊，我没有，我就800而已。很忙啊，我正在看这个，然后还要看画面。那个关羽的话五虎上将。他这个设计还可以啦，就是羁绊啊，角色羁绊。不是什么属性啊，或是武器啊。像自走棋的话是武器嘛，我有武器啊。应该说职业啦，法师、刺客啊、战士啊什么的。我这有木吒，上木吒。肉身成圣，这个五虎上将太难了。那我们上青霞，青霞跟紫霞。好，桃园结义的话比较简单，就关羽、张飞、刘备。五虎上将比较难，而且还是金的。那我现在已经1/5了，1/5你就只能合成嘛，真心嘛。如果你已经确定要这么搞的话。就把这个紫霞、木吒给升一升，有没有？金吒升一升，金吒嘞？金吒，光明游侠，嫦娥没位置啊，没位置啊。OK， 它这个是自走棋的那一种设计啊。然后这边是英雄塔防，再结合刷新这个升星功能，合成升星。简单说，还是自走棋的一种啦。那反正我就在 QO 看到嘛，然后原来是九游的 ，QO 也可以，也会有时候也会下载九游的游戏。他们就各种宣传，各种发布。丘比特是怎样？这要把它解开是不是？光明游侠。我把它解开啊！大乔小乔，思君不见，遥手相望。铜雀春生，金吒来了，但是我现在
没位置，哦，没位置。这个技能不用放，不用让你放技能。有的要拖拉技能，这种塔防不用放。再解锁一下吧。 马超刘备嫦娥，我都没有纸的嘛，没有纪念，就是哎、欸，这样就有赵云的，比较强。后羿怎么样？来个后羿，后羿应该是跟嫦娥吧？果然，嫦娥奔月。青霞紫霞，我们继续升木栅。耶、欸，嫦娥出来，但是我没位置，没位置怎么办？ 如果把大乔卖掉会怎样？大乔可以卖掉吗？这个吗？金币怪来袭，跑太快了啦！金币怪，哎、欸，我要怎么？这里还有个位置哦，这里还有个位置，那好，我看到了。现在才发现这边还有个位置。哦，直接这样把它卖掉是不是？哦，这可以卖掉。 我刚卖掉谁啊？<笑>傻傻的。黑暗游侠，抓一下。死亡骑士紫霞，我刚可能把紫霞卖掉了吗？光明，光明在哪里？我现在没有黑暗啊。铁扇公主，圣殿大桥金栅。 小乔，好啦，小乔啦，小乔啦，不然怎么办？对不对？嫦娥，这很忙啊、欸，要一直合成。然后你要注意你的钱够不够。青霞 ，OK， 我没有青霞，我有大乔。马超没有，刷一下。啊，没了没了，过关。很忙啊，这游戏超忙啊，一直在那边合成，很忙，比自首棋还忙。自首棋是合一合弄一弄，然后再开战。 这没有就一直来，一直来，一直来。敌人就一直来呀、啊。好，今天是3月23嘛，礼拜六，礼拜六没什么新游啦。但是我今天会去，是当天没新游，但是你还是可以找一下这礼拜的。好，纣王、欸，纣王应该妲己吧？我在想，这游戏还算有创意啦，把历史的一些神话英雄。 全部都搞出来，让你很有事做，对不对？开打了吗？紫霞青霞，我也不知道谁好。紫霞青霞，死亡骑士，哇，又用掉了。紫霞青霞。 没钱，我们来个流光章怎么样？唯心唯德，能服于人。好，我们这边解锁一下。小乔，小乔。好，这个紫霞、青霞、大乔、小乔都 OK 了。然后这边有悟空的话可以用。那我现在需要的是那个桃园结义啊，桃园结义没有就刷嘛。 青霞，哦，张飞来了，张飞来了，钱不够，存一下钱，有了吗？有了。好，关羽来了，关羽来了，但是没位置，我们要一样要解锁一下。这可以缩起来啦，如果你自己已经玩到后面，已经知道了，你就不用管了。像我一开始不太懂，你可以这样看一下。这点的话会有金币过来。 金币过来，可以让你赚钱的。大我凯旋，青霞小乔，没有啊，五虎上将的话要5只啊，我现在才3只嘛，然后这个位置不够，真的位置不够，就是就算你解锁，它也没位置啊，还缺嘛，因为你还缺2个位置啊。 那没差吧，我就上吧。马超给他上了，没有嫦娥。好刷一下。
刘备，黄忠刘备，哇，怎么敌人那么多啊？撑不住了，怎么办？他输了，救命啊！救命啊！那个老孙来也啊，老孙来也，手出脚，老孙来也，对不对？不然那个怎么打得过啊？我死还来袭来了呢。 怎么办呢？大乔、关羽、刷、紫霞，好，过了，还算好玩啦。那洛夫游戏哦，这个杨妹妹币啊，他们的人民币啊，毛币。 有一个毛泽东的头像，这就是以前如果是独裁政府就这样啊。台湾也是啊，就蒋中正跟那个孙中山嘛。<笑>然后新台币1000块是小朋友啊，小朋友看地球仪，表面上是4个嘛，然后后面还有一个变5个，然后好像其实有6个，好像啦。这是网络上我们在那边讲。 那这边可以改ID，我不改了啦，懒得改了，反正大家也知道我是谁啊。不一定，如果你是新观众的话就不一定。这个我的频道已经要迈入第6年啦，好不好？第6年了。这个频道已经成立第6年了吧？哦，6年的。记得我成立的时候好像是23月吧，也是3、4月吧。 也是这个时间左右啊，然后在这个之前的5年前，我就想要开 YouTube 频道了，让大家懂我意思吗？就是想做这件事情的时候，已经沉淀了5年。但是我开这个频道之前，我自己也有一个无聊会上传游戏画面、游戏的一些。 片段的一些频道啦，也是有上传，也是有录游戏上传的经验的，不是说我一开始就直接就上传，然后开始录游戏这样。你也是要先稍微摸一下，知道怎么弄嘛，整个流程是怎么弄。大概那件事情大概是做了3年吧，还是3年左右吧。 也就是说，虽然我频道我刚说已经迈向第6年了，但在之前我有另外一个频道是，也是会丢游戏画面，然后没有经营，完全没有经营，就没在管，也是干了2、3年这样，就传那个当下我在玩的游戏啊，然后也没有开麦克风，也没干嘛，就是打打文字、打打心得这样。好，这边有荣耀特权。 我现在想要干的事是什么？想要去那个骑摩托车，就是转换心情的时候就出去骑摩托车。那什么事情可以骑摩托车顺便赚钱？就是外送啊。可是我看大家说外送很难赚，我也没有说一定要赚很多钱，就只是转换心情而已。就有点像那个兼差，有没有？兼职你去跑个几个小时，1、2个小时，转换一下心情。不然每天坐着。 坐在电脑桌前面也是蛮无聊的，身体都生锈了嘛。好，宠物还没开，然后英雄的话，我们就，我们的英雄就这些哦。那应该还是可以养成的，它是 3D 的嘛，这还是可以养成吧。 这是进阶啊，升级怎么升呢？没有教学哦，点它，点它没反应呢。这边只有进阶跟身心，未觉醒。大自然保佑着你。我找不到升级的地方啦。
我们先看一下主线任务吧。商店领取指挥官补给，是不是这个？我先做一下任务好了，看有没有教我们升级的方法。没有，呵呵，一只舞。好，这个是收益吧？放置啊，是不是？三分钟。有啊，有经验，有这个啊。哦，要四分钟才能开启哦。哦，开启时间四分钟，这是倒计时啊，这是倒计时，那没办法，我还不能开。当前红包，有人发红包是不是？然后这边是聊天室，世界系统，他们有抽了这个吕布哎，还有雅典娜，好好哦。然后任务日常成就周场背包邮件，邮件应该是没福利啊，因为陆府的福利不太会放在信箱，他都会丢那个礼包码或者是在 APP 上面领。那他那个信箱功能就是如果有一天台服怎么样的时候，对不对？思君不见，摇手相纳，成为最闪耀的素材，青灯古佛点亮整个江东，两却于神。后羿，后羿我们就可以用嫦娥奔月。哎，总不行，钱不够是不是？可恶，要一千。My God, Oh my God, Oh my God！ 撑住啊，兄弟，后羿。然后后羿要一千，太阳也不例外，太阳也不例外，光明黑暗，嗯，好啊，黑暗，我们先上黑暗。哎呀，想打喷嚏，鼻子好痒。时间差不多了吼，你看好玩的游戏一下就玩了16、17分钟了，也没干嘛。时间就过去了。张飞，我现在有后羿跟黑暗游侠，所以我就不要，我要上这个嫦娥。你可以自己调整一下，你看我有光明的，我就可以上光明，这样黑暗光明就有了。你看这边都有了。那我们剩下几个位置，你要去看，剩下两个位置嘛，没有的话就紫霞或者金吒、木吒。不要上那个刘关张，因为那个要三只啊。金吒、木吒也可以啊，这可以换一下。嫦娥奔月、啊，嫦娥、紫霞是跟青霞，我们现在缺青霞。那你把这解开吧。好，这个可以合一下。后羿、小乔。紫霞来了，紫霞来了，紫霞啊！紫霞在这，我们没有缺青霞，缺青霞啊，没有金币，青霞，青霞没有青霞，哎呦，纣王出来了，纣王出来了，嫦娥，没有青霞，搞屁呀、啊！光明游侠，紫霞，金吒、木吒没有了，那我们只能刷一下，再刷一下，青霞出来了。好，这样基本上都有了啦，基本上都有了。牛魔王，我有牛魔王，牛魔王跟铁扇公主嘛，对不对？这大家都知道，老夫妻嘛。哎、欸，怎么都没有啊？月光骑士哦，不是，不是，光明跟黑还有月光啊，我们的月光骑士。丘比特，没有了，刷不到、啊，刷不到、啊，怎么样？刷这个高阶的青霞，青霞很忙啊，这游戏刷高阶的，怎么都是我不要的啊？那个大小小小，孙悟空，孙悟空跟谁？哦，我想起来，孙悟空跟那个什么紫霞，对不对？好想用哦，好想用，我都没有想仙女奇缘，好想用，没位置啊，没位置啊，好想用哦，算了，没位置，没位置，没位置。
好，那我们就玩到这边啦。我是汉姆，喜欢我的游戏频道，欢迎订阅、点赞、开启小铃铛。我们下期见，大家拜拜。